啊，咱想敬爱的老师傅啊，注意敬爱法师啊，蔡会长啊，甘会长啊，苏会长，注意大德，注意菩萨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圆满，阿弥陀佛。咱今仔会使讲因缘真殊胜啊！今仔是咱弥勒菩萨啊，诶，这个发挥。那弥勒菩萨呢？按一般拢知影，伊叫做弥勒佛、弥勒菩萨。那按直接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迄、那个弥勒菩萨伊个梵文的名叫 Maitreya 就是讲足。诸释波菩萨啦，哈，啊，住就是讲，不管是拢好，大家会当喜乐，大家心心拢会当自在，这是伊发的愿，嘛是所有功德的典型。所以伫遮，即着今仔大家有因缘来参加这个法会，希望弥勒菩萨今年会当赐予咱大家，不管是拢真欢喜、真快乐，一切拢会当欢喜。主宰，那另外一个名叫阿吉达、阿逸多啦，阿吉达就是讲无能胜、无能胜啦。这什么物件来到弥勒菩萨家，弥勒菩萨拢轻松来当对待哈，无什么物件来当解赢，会当克服伊的迄个主宰、甲智慧、甲尤其慈悲啊。你不管外派面来到家，伊也是拢用真欢喜的面。少年英人，那个叫阿吉达啊，所以伫遮嘛，予咱大家有一个观念吼。人讲笑眉拍笑面的人哈，你面啊，不管是拢保持安尼微笑，伊拍袂落。啊，遮业障要现前，按心心脑自在脑轻松，业障佫偌严重，来到你面头前都无力去。按知影即嘛，即个世纪哈。这福报会使讲愈来愈歹，所以按心内若无转过，那也想要求东求西，搁落可能会失望，可能心内有压力、会痛苦。那按改转倒转来，主要要有这口气滴个，按生命的尊严的存在，按得让做按家己的主人。你若这口气也滴个，代表你对这个心性要有主宰性。要管理啦哈，但这亏无来，你就无管理啊。所以按一定爱好好啊，善用按要这口气的心，好好啊去修行，去利用这个难得的得到人心的这个修行的机会哦。按今仔日今年有一个功课，要互咱大家。我相信在座足侪人拢有咧念佛哈。你主要拿看到佛要拜落进前，你要用足欢喜的心，感觉讲我要有福报，会当礼佛，我虔诚礼佛，用欢喜心拜落。啊，拜落了后呢，加一个动作，唔通拜落随便起来。拜落的时候，你就观想讲佛放光，欢喜的光，功德的光，慈悲智慧的光，甲你照咧。啊，你又甲这个光吼，甲穿入去迄个腹肚来。就该竖起，就趴在那边的时候，趴底下的心，让趴落去起来。趴底下，你要用欢喜心，啊，把这个佛光吼，该竖起去八道底，就是讲该保存好好，啊，卡起来。这有啥咪好处呢？上面是一切拢是唯心所造。当你心念内底定佛光的时候，定用感恩的心，你的心性会得到真大的祝福和加持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哦，那唔通讲要拜几拜，你拜了啊，趴地下的时候，你就交佛打一个交道了，哈，请伊感恩加持，啊，你安尼输着了，感觉哦，欢喜满腹啊，规个身躯内底拢欢喜，拢能量，你哪会当安尼拜佛？保证你身体健康，保证你有智慧，保证你有福报，保证你这世人。那要往生的心，一定蒙佛接引，一定有佛来给你接。看你心内希望来的是对准佛，你当日咧给拜的时候，你拢用安尼来拜，伊绝对袂给你袂记起你。嘿，因为伊足少看到才有智慧，
这感恩的佛弟子，啊，你足特殊的，啊，一定会甲你记条条。吓，你敢按去拜访人，一去拜访的时阵，就用种足谦卑、足虔诚的殊胜难有的心来拜访。这个头，这个主人一定永远甲你记条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闭关了。这个闭关对于弥勒菩萨遐而来，不管是拢用感恩欢喜的心来对待法界的一切。这是正港的有智慧的学佛的人啊！学佛上大意义就是要有智慧，安尼咱用智慧来修来学，真紧对咱有真大的成就。咱头下咧念这个佛偈的时阵，弥勒佛的赞偈的时阵，其中有一句叫“正一真”啦，哈，会当正得唯一的真相，唯一的实相。是啥物物件？是咱的心交弥勒佛的心，交释迦牟尼佛、交阿弥陀的心，无二无别。那你的心交伊无共款，你交伊无共国，毋是共国的人啦。啊，所以按一定爱想，我虽然即马加减也有业障，也有习气，但是我迄个心内、心内迄个本体，交佛菩萨无啥物差别。只是我即马习气也不讲介好，起心动念也不我都做主，也有足侪梦想，所以看起来我也有一点啊污染烦恼。但是当我一念不生的时阵，实际上我的心交佛的心平等平等，拢充满着光明智慧，拢充满着慈悲热量。啊，按逐个人你若心内保持清净，去关怀别人，干那起这念心，这念心怎么样无法度？大家人拢有法度，大家人拢有法度。你心内无自私、无挂碍，啊，你阁会去关心别人。内底无自私、无挂碍，就是用你清净的心去关怀别人，就是用你的慈悲心，彼此相温哈。按大家不管是拢会当解脱，拢会当圆满。伫今仔日一年的头一天，祝福大家。今年拢会当福慧双修，一切圆满自在如意。啊，南无诸事菩萨，南无无量寿菩萨，南无弥勒菩萨，拢共一个人，拢共一个。啊，看你要安怎念拢会使啦哈。啊，你心内讲哦，不管是弥勒菩萨的笑颜迎人，笑颜迎人啦、啊。啊，尤其来咱中国的寺院，迄个布袋和尚有求必应，因为看到啥物人，拢不管是拢大度啊，面阁大，不管是拢满面笑容，啊，你若要求啥，伊就互你。嘿，那按爱学伊，主要那恶伊呢？即世人青春自在，我发觉按伫咱国研寺咧学佛的人，大家拢袂老。看起来拢加足少年啦，比你实际上的年龄，上少拢减十岁以上，这就代表安尼心内迄份欢喜，不管是用古著啊，祝大家欢喜充满。唵、啊、阿吽。